好多的小伙伴和我说呀，小王我挖个竹节蛏，说如果我挖了就给我留下个双击，嘿嘿，今天我挖了，不知道你在不在呢，如果你在，如果方便的情况下给我留下一个双击行吧，嘿嘿，这个竹节蛏挺好玩的，也挺好吃的，记得加上一个关注，我带你赶海抓海鲜喽。哎呦，这一根还不小呢，够用了。大兄弟们，这叫狗头涨水蛏呢，追他追了有50里路啊，鞋都跑掉了，嘿嘿嘿，最终还是被我抓住了。你看这小肚皮给他气的，嘿嘿，鼓鼓的。见过的老铁扣个一，有的老铁啊没见过，反手就是点了颗红心，然后加了一个关注啊，每天看你们赶海直播。今天啊，推大潮来到海边啊，大老远就看见一个像黄金的东西，走近一瞅，我的妈嘞，像个兔子啊！咱一起挖出来看一看，啥玩意儿这么深这么大呀？有的老铁第一次见，反手就给咱点亮了一颗小爱心；有的老铁默默加了个小关注，关注我，看我下视频出大货。这个机会呢，我是给你了哈，大家喜不喜欢你就看你自己了。别认为自己长得有点颜值就天天给我嘚瑟，要不是看你这几天蛮乖的，我不可能让你出来，还不赶紧游两下，快点！我已经在拍了，小心你不到10000，等会就起锅烧油，你等着啊！万一到了10000，晚上加餐，我晚上还带你去欧哥堡去唱歌，怎么样 ？Hello， 兄弟姐妹们啊，发现竹节蛏啊，今天给大家看一看用盐挑战大蛏王的视频，看能不能出货，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哎，出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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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去，这么大一个，喜欢大海抓海鲜，记得加个关注啊，点亮个小红心啊，看我赶海直播抓皮皮。